你评论一下许昕洋。烂。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啦！关关，你讲的太文雅了，他超级烂。哎、欸，你那时候为什么可以主持辩论节目？你花钱哦，对。哇塞！新辩论会首映，炮声隆隆，许昕洋惨被轰超级烂。好，我们有请小甜甜。啊？他没有来，我帮他念题目，请问。当你发现你的名人朋友被家暴了，你要建议他私下解决还是公开解决这个暴力行为？台湾首档大型明星辩论综艺《全明星辩论会》6月17号晚间8点将在三立都会台首播。辩论赛集结18位辩手，黑队队长黄豪平，白队队长则是陈芳宇。14号首映会现场已经火药味十足了。收视破一就要穿泳衣庆功，如果是贺龙跟大天穿，他们要穿比基尼，我想大家还比较想看美秋美啊。我们这一队呢，有美胸，有美腿，有美貌，还有 Kimberly 的美身。如果你要狂野，请找凯莉；如果说你要找禁欲人妻，还有孕妇，我买一送一。白队不能够破一，都靠我们在撑。黑队加油好吗？破一就要穿泳衣，当然穿，哪次不穿？我今天已经先穿好了，好各位。抢板面，我们黑队绝对扛。我是觉得我们不需要辩论嘞，我们不是赢了吗？其实一开始我们最想淘汰的是阿喜，我们偷偷讨论说，他怎么那么烂呢？好，想说好了，那就是他，就没想到他一直在进步。倪轩在哪里？倪轩，你的脸是不是又变了？善于跳舞，但是我没有那么善于讲话。跳着说来，就是呢，因为我原本是一个跳舞的人，所以我要好好站在那里说话，对我来说有点困难。你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脉络，变成有自己的走样 style？ 研究了大量的资料，分析对手的弱点。你要讲一下凯莉的弱点，这感觉是一个蛮大的洞。凯莉的弱点就是太喜欢用18禁的内容来哗众取宠。你破处了吗？你有资格在这边聊？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想说听起来就是处男发言，就我讲超客气的好不好？其实我为了来电视台做节目，然后我以前在脱口秀都讲得非常的色，然后其实我已经有做蛮多调整了，想说不要给大家带来太多困扰，就没想到有时候桃子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来宾就说凯莉我对你好失望，怎么才这样？我想说不是我，你有在旁边敲边鼓啊？对不起，哎，你真是切割王哎！关关，你觉得你是在哪里？专减中，专减中吧。你评论一下许昕洋。烂。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啦！关关，你讲的太文雅了，他超级烂。哎、欸，你那时候为什么可以主持辩论节目？你花钱哦，对。